嗨，你哋好，我在山上。今日我哋行大埔滘落山，我哋由松仔园出发，行到去大埔尾大埔公路为终点站。我哋搭72号 A 巴士到松仔园落车。我哋搭巴士落咗车啦，而家喺松仔园落车，咁啊，而家上去大埔滘自然护理区。為什麼這裡叫松仔園呢？因為有時候港英政府在這裡種植，大規模種植，多數種植那些馬尾松，所以本地的居民呢就叫這裡叫松仔園，所以這麼得名。這裡呢可以看螢火蟲的，觀賞期好像應該在4月至8月左右，我記錯應該啊，应该几得意嘅。大埔滘林径有4个红路、蓝路、啡路、黄路。其实呢条路去边度嘅咧？一路车去到。呢度好多神文嘅設施喺度啊！啊！呢度涼好多啦，都已經涼咗頭先啦，都係熱到縮曬喎。起碼有少少陽光啊，同埋涼涼地咧，啊，可能有水咁樣。好有心靈 feel 喎，同埋即係感覺都。哇！有兩隻狗仔喺度玩水啊，降下温啊！剛剛下邊嗰度咧，嗰條坑咧，叫做猛鬼坑，驚唔驚？猛鬼坑咯，即系嗰时啲师生喺度旅行，因为避雨，全部俾洪水冲咗落去。好，我哋沿住啡路黃路上，
大埔滘咧，松仔園咧，依度咧其實好適合夏天嚟行嘅，因為咧佢大部分都係林蔭綠，仲有梯間咧非常之清涼嘅啊。咁咧，同埋佢呢度咧係好幽靜嘅，好似感覺到與世隔絕嘅感覺嘅。今日我哋行松仔園咧，主要咧就上落山嘅。咁我哋嘅而家行緊一路呢個路咧，就上落山嘅方向嘅。我哋行緊呢條路咧，一路都覺得好舒服嘅，好幽靜啊，同埋都有少少微風啊，啊，同埋個感覺咧係比較。好有原始嘅感覺嘅，啊，咁其實講真，呢度都幾好行嘅。講真，而家行緊呢條路咧，啊，幾靚，我覺得好好靚，感覺好舒服，唔錯噶，真係唔錯噶。繼續上黃路，上山啦，上落山。哇！咁大个洞嘅，哇！去边度噶？老虎住噶，上到六山嘅最高处啦。407，好，落山啦，哎呀，即八九之后，八九之后。拍攝的打橫掃過來，哇，陽咩嚟的，哇，很大條的。對了，我們迷路添，怎算好呢？又想落雨添。我們都現在沿著絲帶落回去了，希望可以落到山啦！唉，拗曬頭開始啦！而家未，而家揾到條路之後，明顯少少咧，不過都幾難行，好跣，真係好跣。我哋喺山頂咧。如果根據師打指引落山咧，應該就唔會迷路嘅。嚇、啊！我哋終於由落山出翻嚟啦，呢、這個大路。小小嘅大路。
真係驚險無數。我哋咧沿住呢條路再落翻去大埔公路啦。點解我哋唔跟住個師弟個指引行呢？我哋本身咧 set 咗個路線圖嘅，咁諗住跟翻行，點知行下下點會偏離咗啊？咁奇怪嘅。我哋喺黃道牌後面嘅山路落去大埔尾。好，有石間呢度，我哋又經過一個石間。好啦，终于出翻嚟啦。好啦，我哋向住大埔尾落翻去啦。我哋就由呢个游齿路前往行山径呢度出嚟噶啦。哇，真系迷咗成粒钟油啊，应该。我哋终于落到去大埔尾的大埔道，